今儿个呢，咱们去过一个武汉的肥枣。今天这家店要不赶紧来吃，它马上就没了。你看这周围都成啥了，已经都拆完了，这基本。这家店是很多人心中武汉牛肉粉的天花板哦，这是武汉的很多朋友给我推荐他们家，又不知道有多少好店，多少老味道被拆掉了。他们店最多再坚持半年，估计就没了。所以赶紧来，这是武汉特色，这大围，这楼趁着这蓝天还挺漂亮，是吧？挺有那种废墟感的，哇！这店一般人真找不见，这跟迷宫一样。咱问了三个人才问到这儿，是吧？果然没人排队，我估计都找不到这儿了。现在你好，老板，吃个牛肉粉，宽粉好吃，细粉好吃。哦，很佛系，老板，那来个宽粉吧。你们要辣的吗？要辣，要辣。呀，这是个拼的组合的哦，对对，谢谢谢谢。这家不错吧？还可以哦，相当好吃。你在这儿吃饭，你感觉你整个人是能静下来的。这店就老板一个人在那儿坐着，老板很佛系，旁边人也很自觉的在排队，没有人催啊，很安静。这辣子好窜，香得很，好喝。这个粉简直米香浓郁啊，这叫一口定乾坤。我要了个重辣的，大家看到有点辣，这少有的能在这么安静的环境过早，在武汉真好吃啊。这应该是个拼的三合一，牛杂牛肉还有这香菇，你看香菇把这个牛肉汤吸饱了，然后辣椒油裹在上面，好吃。武汉的天气现在不适合喝早酒，我走过来看人家咋吃的都是细粉，一会儿咱要个细粉。他们家这个粉特别厚，特别糯，吃着很饱满。我觉得来他们家吃个微辣、中辣就行了，夏天吃特辣真的受不了。他家这个量确实是可以啊，口味也不错，对得起这个价，相当的可以。旁边这被拆成叙利亚了都，这环境是武汉少有的，就是。不用坐在马路边儿，不用坐在高低板子上过早的啊，没有纸盒子的店，塑料盒子升级了。开多少年了这店？96年，你这还能开多久呀？哦，哎呀，下次来就没了。这家店在武汉相当有名，很多武汉的朋友给我推荐他们家。啊，这汤太好喝了，这汤你能吃出来是种卤制果的，不像很多店还是拿调料给你硬夯出来的，很有层次感啊，很饱满。而且你看煤炉子烧出来的汤，人家就是比那煤气烧出来好吃。这老板一看就是那种做饭做得很厉害的人，他做得很慢也不着急，你必须得等着。放的歌也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摇滚歌曲，单曲循环不带停，很执着的一个人。人家就跟商量好了一样，有条不紊的，也没人急，就在那儿等着。他们家的牛杂就是牛肠。哇，这三合一真好，料很丰富。人家这边人都吃细粉，咱也来尝个细粉。这回要专门就要个香菇肉丝，我看是吃香菇肉丝人多。你也可以选择吃素粉，只要5块钱，其实味道是一样，就是没有臊粉。推荐吃原粉。咱这大半个中国走了一圈，好像就西安这只收费哦，这餐馆古时候是洛阳之贵，现在是长安之贵。细粉更滑溜。你像这种店它关了拆迁之后，它是可以换一个地方开，但是我敢说它换一个地方的口味绝对不如现在。很多馆子是食客和老板的互动，你搬一个地方换一批人，这个味道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样子。所以这批食客其实也是决定它这个味道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所以很多店你看搞加盟的都不行了，最后太好。老板一会儿收拾你的碗都开心，做餐人最开心就是时刻把它东西吃完。这家店我可以给他一个五星，环境到口味都非常的好，唯一可惜的就是马上要拆了。